慢掉，又到了咱们棒球周报棒球嘎一咖的时间喽。今天阿嘎又要让球员讲出什么样的关键字，帮助大家谋福利 A 好康嘞。哦，看阿嘎穿着兄弟像的战袍，笑容满面。摸稳重的来宾是他最爱的恰恰彭振明吗？啊，我看到他都还伸手了。想当初啊，我嘛是大学游击手出身的啦，好不好？哎，今日要来邀请今日嘉宾是这个啊，统一师的Pujols高国庆。听说啊，他守过一垒、三垒，听说他心里面有个小小的梦想，想要守游击呢。哎呦，哎，你来吧，高国庆想要守游击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那来给他讨教，同学，我们看能不能套出这句话吧。好好好。嗯，对，今天蔡阿嘎要挑战的任务就是让高国庆讲出关键字，我想守游击。有看过国庆之前快问快答的朋友应该对他傻乎乎的个性印象深刻，看来今天阿嘎是选对人咯。想守游击啊？ Hello， 帅哥一个人吗？帅哥一个人吗？哎，国庆哥哥，国庆哥哥，哎，不离不弃是我兄弟嘞，对啊，都要卖掉了，还是看一下，对，哎，兄弟就来了。没有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棒球手背嘛，手背，你如果讲到手背的话，这就是我的专长了。你的专长，真的吗？那还要说是种手背还是？哎，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，都是专长。我说，哎，守过哪里啊？国庆守过，我守过一垒嘛，一垒嘛，哦，游击嘛，游击啊，三垒嘛，对，一垒三，游击手背率零啊，什么？对，所以你有守过游击？两颗打来，两颗都失误啊，两颗什么？有站过吗？有啊，去年啊，真的吗？没有注意嘛，没有，我都害羞。就是因为那两颗来之后，我又被叫去，又被叫去三垒，去三垒了，是吗？那你应该有小小的梦想吧？你应该会想，就是希望就是在职业生涯看可不可以蹲个一局的捕手了。蹲捕手，捕手他投手的梦想吗？投手的梦想，投手那是儿时的梦想，儿时的梦想，现在顺其自然吧。小时候都觉得投手比较帅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投手出身的。哎呦，对，有人在本垒板出生，我是在投手球出生。真的？妈妈在那边吗？刚好走到投手板。我只能跟我。可能爸爸妈妈在约会的时候是在本垒板，还好生出来脸没有像本垒板。还谁哈？打个岔了啦，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你们从哪里出生，是要聊梦想的好不好？你们想守哪里？看一看这种年，看这种年纪哦，如果还要挑战的话，应该就是三垒指导员了啦。三垒指导不会，你背力还够嘛？背力还够啊，对不对？三垒比较远嘛，那么比较近的可以传得到的。好了，讲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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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梦想，梦想哦。你想守，有没有想守？其实守什么位置都对我来说，其实。都 OK 了，都 OK 了，但是碍于脚程的问题，脚程的问题，外野是不大可能的。哦，有，对对对。以我的不会啊，以我的背力来讲的话，三垒还可以，三垒还可以啊。那如果可能，比如说背手会有点酸啊，比如说哎传比较近的有没有兴趣？传，比如说你想手，那就如果要比较近的话，一垒而已啊。传球啊，说不是传球，传球，如果比较球近的，你会想守。欸，对啊，我听那个其他当然球员就是游击啊，游击你哦，真的吗？游击是一场球赛里面内野的灵魂人物，灵魂人物中间的啥就对了。所以你其实有个梦想会是看可不可以把游击的守备率拉高一点，就是记录不要那么难看。现在是零，现在还是零呢。所以你会想哭，我们对着镜头跟这个教练好不好？教练团 ，Hello， 教练。其实国庆哥有个梦想，就是我们曾经打个交易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三垒退休嘛。对对对。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退休之前，对游击手这个位置，偶尔还是可以让我玩玩。对，所以我们大声讲出来，你想要什么？游击手。完整的，我们叫做什么？等下重来，重来。要说什么？说。我们没有踏好，你没有踏好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在这个退休之前，我要在游击手把我的守备率拉高。所以你就是，如果五个字的话会怎么讲？哪五个字？我们请猜题。
等一下，他们要死。哦，拜托哎，你们这样真的好像有点犯规哦。这样子以后干脆比手画脚猜答案就好了啦。阿嘎，你再不快点让国庆讲出来 ，Time is up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我们不知道？口号，对，口号比较顺，有没有？有了哈，有概念的，这样比较有力道，这样比较力道。高人呢？好了，高人，高人，我想要挑战有几首，我想要挑战有几首。乱射，乱射，有没有一团雾水？到底在干嘛？他一直逼你。对，其实我知道了。那真的吗？有任务。如果我如果早一点答对的话，我就没有镜头了。对，这样不正常。哎呦，这样有梗哦。恭喜阿嘎，贺喜阿嘎，总算帮大家 A 到东西啦。至于要怎么样拿到高国庆的签名 T 呢？哎，密切注意未来体育台的官方粉丝团就对啦。任务圆满成功，耶！耶！手而已啦，不是因为左手游击手最紧张嘛？最紧张，所以总教练，你还是把游击手的重任交给陈永基吧。第三垒就好了，都是误会场了。